妾身这肚子里啊，怀的是贺家的孩子。自有上天的眷顾，就算真有人想加害，也没这么容易啊。你说是吧，莫妹妹？那是自然。但是我看来，妹妹脸色苍白，像是十分虚弱呀。这肚子越来越大，虚弱是在所难免的。既然如此。 妹妹就别站在这里了，快进去坐吧。妹妹恭送姐姐。谁说我要走啊？妹妹刚刚不是说很久没见面吗？那妹妹就不请我进去喝一杯吗？姐姐事务繁忙，还是改天妹妹再请姐姐喝茶。妹妹为何从上到下都遮遮掩掩的？不是朗月阁？ 有什么不能告人的秘密吗？婢妾问夫人安。莲姑娘，你为何在此？ 婢妾被公子试了禁足，去王府参见了王爷。刚出府门，便见到如花匆匆忙忙请了医官，才知道瑶夫人摔倒了，有些担心，便跟着过来了。那医官呢？医官诊治完便走了。婢妾帮着如花在里面收拾，正想着禀报夫人，夫人就来了。 你的意思是你亲眼看到医官被姚夫人诊治的，是？那结果如何？医官说，姚夫人并无大。 姚夫人福大命大，只是动了一点胎气。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这里住的是……我知道，莫夫人，她刚刚被姚夫人害得险些流产，只怕是生产前日日都要痛苦不堪露。姑娘不要觉得她可怜，她为人势利虚荣，欺软怕硬，并非什么好人。 难道和姚夫人一样狠辣？那倒不是，莫夫人愚蠢懦弱，欺软怕硬。若哪天她对姑娘有了歹意，姑娘尽管强硬，她自会不攻自破的。莫夫人，婢妾的步摇可否还给婢妾了？什么？什么步摇啊？婢妾早上出门时，半秋不是捡到了我的步摇吗？她哪里捡过什么步摇？ 你可不要胡说！婢妾亲眼看见半秋捡到步摇，莫夫人为何要撒谎？区区一只步摇而已，莫夫人为何如此慌张？好啊，莫妹妹，真好。姚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啊！我。 妾身真的是好不知情，不必说了。妾身真的好不知情。莫妹妹，日后若是没事的话，你就好好休养，不必再出来了。是。姚妹妹，要是没事的话，就好好休养。公子子嗣稀薄，两位妹妹以后务必重视此事，甚至幼甚。姐姐放心。 妾身一定不会让公子的孩子再出任何差错。
你说什么？他帮了你？不仅帮了，还是当着狄夫人的面。没想到短短五个月，他竟然从一只毫无还手之力的雏鸟变得如此羽翼丰满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。他若是真心归顺，岂不是如虎添翼？就怕是苦肉计。是不是苦肉计，试一下就知道了。